く。それが使命さ、そのせいに呼び覚ませ、命をかけて。熱い風受け止めろ。马林艾斯的秘密。好啦，银堡里决战奥克全城队，到最后嘅紧张时刻啦！马林艾斯而家一脚将个波踢入中圈。一啊！哎呀，点啊？哎呀！有冇啊？好犀利啊！麦克文第一脚定江山啦，球证终于吹鸡结束比赛啦！银堡队4-3赢咗，估唔到佢哋可以连赢九场啊！而家我哋嚟做个访问啦，访问嘅对象当然系射入至胜一球嘅麦克云地啦。过奖啦，麦克云地啊，你今日表现好好啊！好多谢你嘅赞赏。啊，请各位等一阵啊吓，啱啱收到其他球场比赛结果，本来分别排第四位嘅日出男孩同埋巴马基米斯已经输咗啦。同时呢排第三位的奥克钻石而家呢场输咗俾银堡女。啊哎呀咩话啊，咁即係一向成绩都係最差嘅银堡女竟然一口气升到联赛波嘅第三位。吓咩话啊，班主你而家情况係咁嘅，银堡女如果赢到蓝天使呢就会升上第二，如果下个星期赢到邦西嘅黑暗王子，咁即係话呢佢哋就会成为联赛嘅第一名啦。啊银堡女第一，我哋真系会成为冠军啊！领队啊，我哋情形就系咁样啦。我哋真系可以成为冠军。不过唔使心急，睇埋嗰两场波先。佢哋会攞到冠军，咁即系话咧，人人都会闹我哋，点解会输俾佢哋啊？班主啊，你嘅电话，冇入嚟，真系好可惜啊，系嘛？奥茨先生真系好可惜啊！我决定召开个临时嘅班主紧急会议，你系班主当然亦要出席啦。系，我知道啦。咁一阵间见啦。似乎各队嘅班主都到齐咯。哎呀，乜唔见银堡里嘅班主嘅？佢又是缺席啊？又是的，根本冇人通知他要开会，他有乜可能准时出席啊？好啦，既然大家到齐啦，咁我哋就开始会议议程啦。首先系请蓝天使嘅班主发表意见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银堡女已经由榜尾爬到第三位啦。由于情况非常严重，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向输咗俾佢哋嘅奥克钻石发出严厉嘅警告。哎呀，你讲咩话？咁即係话我哋特登输俾佢哋嘅啫，我哋又唔想咁样嘅。如果你有预计佢哋嘅实力，就唔会咁轻敌啦。总之今次搞成咁啊，奥克钻石就要负全部嘅责任先得。而家令到嗰对银堡女有机会问鼎钢铁联足球赛嘅冠军呢。今次嘅责任啊，应该系由你负噶。你哋收声啦！你哋又好叻咩吓？最近咪一样啊，输过俾嗰对银堡女队。就算系排第一位嘅黑暗王子啊，都一样输过俾佢哋嘅。回来。你应该知道，你对奥克钻石系受咗我哋黑金财团所资助噶嘛？咁又系嘅。当然我亦都会继续用大量嘅资金资助奥克钻石嘅，佢哋要有好嘅球员同埋好嘅领队啊。会长，各位班主，沙城假如配来班主职位嘅，请举手。沙城嘅占大多数，而家正式解除配来嘅职务。咁样点得噶？你哋班人啊，竟然全部将责任推晒喺我身上。喂，放开我啊！喂！放开我啊！点解赖晒我？关我咩事啊？放开我啊！好啊！佢真系蠢。
博茨先生。点样啊，美哈路小姐？听日场比赛对你嚟讲好重要。我就系想讲下呢件事，我对蓝天使一定可以打败银堡垒嘅，但系佢哋嘅实力亦都唔简单。希望岳慈先生帮下我，等我有把握赢。原来想咁啊，冇问题，呢样嘢啱用啩。佢嘅代号系 SXXX， 系新一代嘅运动机械人，从来未见过嘅，系试验品嚟嘅。论力量系普通机械人嘅五倍。你呢去试用啦。我明白啦，想听日试下佢哋。如果佢哋可以控制银堡垒，就可以大量生产啦。嗯，希望你听日有好消息俾我啦。王子仍然排在第一位，第二位是蓝天使队，第三位是银堡垒队。其实三队的成绩都非常接近的，只是仅仅差一局之差的，未到最后都很难估计哪一队可以胜出的。的确是啊，自从马林艾斯他们加入之后，银堡垒简直就好像脱胎换骨那样进步神速。相信未打到最后一场都未知道哪队会赢。但我又很稳定啊，王子一定可以赢啊，因为一向包庇的银堡垒没可能啊。而家真的很刺激啊，我觉得银堡垒分分钟可以后来居上赢取冠军的，因为我已经成为麦克云地的忠实拥趸啊。好啦，我们休息一阵先啊。犀利啊，我哋有机会攞到联赛冠军啊，好嘢啊。女莉，唔好咁快开心住啊，激战而家先至开始咋。我梗系知道唔系咁容易啦，但系咧一直以嚟我哋都系班尾大班，但系今年嘅成绩咁好，所以咧系好值得我哋开心嘅。马克文迪啊，你都好高兴入到我哋呢一队啊咧？当然啦。咁宝克文呢？系。仲有我十郎太都系一样啊，但系如果因为太过自满而输翻，咁就唔抵啦。讲得好啱，而家我哋仲未攞到冠军嘅，大家一定要加油啊！系。冇错啦，就算攞到联赛后段冠军都唔可以自满噶。我哋嘅目标咧就总冠军，明白未啊？系。以后我哋要以世界冠军做目标。总言之啦，我哋要继续努力，务求争取更好嘅成绩，知嘛？系。啊！班主又讲得啱啦，加油啊！不过争取好成绩系重要，但系记住银堡垒嘅宗旨系讲求体育精神嘅。系。汤祖儿有冇嚟过呢度啊？啊！我仲未曾同佢做例行维修检验㗎喎。我见到佢呀，佢正话一个人行咗出去外面。啊，激气呀，成日都係咁鍾意一个人周围走嘅。佢会唔会有事去搵黑金财团嗰啲人？领队，唔通你仲未同佢讲过呢件事？未呀，如果相安无事嘅，唔讲就好过讲啦。而且我怕伤害班细路嘅心灵㗎嘛。啊，等我去搵下佢呀。啊，佢自己会返嚟㗎啦。激气呀，真系难为班主为咗咁嘅人而担心，等我出去捉佢翻嚟啦！等我出去揾佢咧，班主，我出去得噶啦。哦，拜托晒啦！吓，炸弹？冇错，系强力炸弹，佢嘅威力足够炸散一部运动机械人，得用佢毁灭马林艾斯啦！唔好啊，点可以咁噶？而且仲未知马林艾斯由边度嚟嘅。佢一啲神秘嘅力量啊，我知道呢炸弹未必伤害到佢。呢个系上头俾你嘅最后机会嚟啦，你一定要照做啊。哦 ,no,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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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我照做啦，我照做啊，唔好啊，哎呀唔好快过啊，唔好啊。我再讲多次，呢个系最后机会嚟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啊。唔使讲我都知道啦，但系今次呢一件事。汤祖儿啊，汤祖儿，原来你在这里啊。哎呀闭呀等。汤祖儿。哦嗨，乜是你啊？那两个是什么人来的啊？别两个啊，乜有人咩吓，我见不到的。我明明见到有两个人啱啱走了的。哦是呀，那两个人是吧，是那些朋友来的，我的死党来的嘛，没事的。我认得他们的，是上次那两个人。吓啊，不是吧，你一定是看错了的。是吗？是当然是啦，你一定是认错人。汤祖儿啊，咩事啊？你已经是银堡垒的成员，就算发生了啲咩事的话啊，你依然是我哋银堡垒的其中一份子，任何一个成员有事，其他成员都会同心合力一起去承担，有喜悦也都会一起分享。
如果你遇到咩烦恼嘅事嘅话，我哋一定会同心合力咁帮你渡过难关嘅。你一定要记住呢一点啊！七十马林艾斯系好机会，一月将佢两个送落地狱啦！啊，咁嘅咩事啊？冇嘢冇嘢，乜事都冇啊！哦、啊，汤祖儿，咪走啊！千祈唔好埋嚟啊！我有炸弹喺度啊！咩话？抌住佢啊！啊！汤祖儿，啊，做乜嘢啊？你做乜走嚟呢啲咁嘅地方啊？啊，班主，弊啦，点算好啊？哎呀！你喺度做乜嘢啊？汤祖儿，班主啊，你千祈唔好过嚟啊！快啲走开啊！唔好啊！汤祖儿，你做乜嘢啊？班主，班主，汤祖儿。冇事嘛，汤祖儿，佢为咗救我，汤祖儿，振作啲啊，汤祖儿，汤祖儿，佢点样啊？头部中枢情报系统嘅电路受到破坏，唔尽快同佢修理嘅话咧，后果就好严重噶啦。咁即系点啊？即系同人类嘅脑细胞受损情况一样，如果唔快啲同佢修理翻好嘅，就会变成残废机械人噶啦。点会噶？咁有咩办法可以救到佢啊？最起码受损害嘅记忆部分要换咗佢，换记忆部分。我睇来而家有一件后备记忆部分电路，但系如果将呢个部分借俾佢用。咁佢就会知道晒我以前嘅记忆，黑金财团就有机会由佢身上知道我嘅秘密嘅。快啲救佢啦！无论如何，我哋要救翻佢噶。但系要有后备电脑先至做到噶。咁样岂不是佢要做废铁咯？工厂长，请你用我嘅后备电脑啦。吓咩话？一于咁话咧，借我嘅后备记忆电脑俾佢用，咁样佢就可以度过今次呢一个难关噶啦。咁样点得噶？如果咁做，你分分钟都会有危险噶噃。马林艾斯唔好啊！你都知佢系咩来头噶啦，何必为咗救佢要自己冒险呢？我系唔可以见死不救嘅，系佢自己拎住个炸弹啊！呢啲系自作自受啊！混地啊！汤祖儿系因为救班主先至会搞成咁嘅，唔理起初系咩原因，佢都系不顾一切咁救翻班主，呢一件系事实嚟嘅。汤祖儿，你觉得点啊？你哋一定要救佢啊！班主、领队、马林阿斯，点样啊？有一定嘅困难，系咩？不过咧，就系因为难，先至要挑战下。真系要咁样做？冇错。好啦，开始记忆移植手术。好啦，可以开始。去。汤祖儿，你要支持住。咁嘅，呢啲系马林艾斯以前嘅记忆，仲要醒翻啊！啊，班主啊，你唔好闪啊！佢哋咧，马林艾斯咧吓，佢哋去咗比赛啊！佢哋话咧会打好啲，努力埋你一份噶。嗱，你等一阵啊，工厂长话咧，你醒翻之后要即刻俾你饮一啲新鲜嘅机油噶。啊，太过得人惊啦，从来。未见过一啲咁得人惊嘅嘢噶，
又会咁多人嘅？唔通所有人都系捧银宝女嘅？有一半系嚟泼冷水噶，啲气啊，佢哋嚟踩台噶。咩话？系踩台噶？我翻嚟啦。哎呀，汤祖儿啦。似乎你啊有好多麻烦咁啊！吓，听讲你接受咗马林艾斯嘅记忆系统啊！喂，你讲乜嘢啊？我完全都唔明白嘅。你揸低啊！你个电脑变咗，我哋即刻查得到啊！上次你失败咗件事，我哋唔追究。只要你知道马林艾斯嘅秘密，我哋仲有奖励俾你。我都话咗啦，我咩事都唔知啊！你哋讲紧乜嘢啊？好快你就会求我哋噶啦。吓、啊！正一蠢材，以为咁可以走得甩咩？得、啊，蠢到加零一。呢啲咁嘅刑罚，我已经惯咗啦。咩话？X 部队，我哋呢度系 V 部队啊，用短路型啊，一级无效啊，要高级啲。汤祖儿，档案号码414252，属 P 区。嘥咗我哋咁多时间，真系激气。哼，等我哋复制你脑里边嘅记忆内容啦。唔好啊！真系估唔到啊，三级水平都挨得住喎、啊。咁样马林艾斯嘅死期就到啦。我哋系 V 部队，任务完成啊！各位，钢铁联嘅足球赛事又开始啦！呢场比赛会影响到联赛嘅最后赛果嘅。如果银宝女喺呢度可以赢到蓝天使嘅话咧，攞冠军嘅机会就更加大啦。但另一方面，蓝天使为咗自己嘅面子，相信亦会倾尽全力击败银宝女。到底胜利女神最后会企喺边一边呢？马林艾斯做乜嘢啊？喂，睇下嗰边，嗰部系咩嚟噶？犀利啊！呢一部系，佢系 SSSS 简称三 X 嘅杀人运动机械人啊！球场上的苦战，好啦，双方嘅球员已经企好位置啦，只要等球证法师下令，呢一场球赛就会正式开始啦。而蓝天使嘅新运动员机械人三 X 就企喺后场。作战嘅面积系42000平方公尺，冇任何障碍物。电池护罩、横断切面、数据348，强度系 A 级。作战目标唔止一个，指令系要我用一切方法阻止马林艾斯嘅入球。你要展示下你的实力啊！请各位听下，好多观众为银宝女队打气。加油啊，蓝天使！一定要打败银宝女啊！到底一向坚持维护体育精神的银宝女队，可不可以为钢铁联写下一页新的历史呢？加油啊，马林艾斯！白黑云地，一定要赢啊！听到吗？这些就是银宝女队的勇等啊！
要细心啲分析啊！记忆雷射碟已经转动紧，翻译系统亦已经开动啦。好啦，开始分析。而家系进入译码阶段，等多阵就有结果噶啦。我知啦，马林艾斯，我好快就会查到你嘅底细。蓝天使队开始出谋招啦！马林艾斯中咗招，俾人踢到跌低咗。蓝天使队啊，是无心急攞分啦！马林艾斯，开！仲有我啊！哼，只靠高大冇用嘅，要够快啊！点解唔拦自己？汤祖儿喺咗边度啊？汤祖儿，呢个汤祖儿啊，都未好翻就周围咁走咯。啊，汤祖儿，激死啊！你走咗去边度啊？你知唔知人担心你嘅啫？我冇去边度啊，我只系想出嚟行下，吹下风咁啫嘛。你知唔知啊？你而家啱啱好翻，你系病人嚟噶，你点可以周围咁走噶？对唔住啊，班主。欢迎你，高尼力先生。阿恩先生，可能冇见啦，我系咪迟咗啊？唔系，你好准时啊！蓝天使队嘅三 S 像呆咗咁企喺度，喐都唔喐啊！就好似揾紧猎物嘅猛兽咁样啊！到底佢想点样咧？我冇事啦，你俾我出场比赛啦！唔得，今日你一定要休息嘅，呢一个就系班主嘅命令。好，由左边嚟。咩话？哇，实在太出人意料啦！马林艾斯想射波嘅时候，突然间弹咗埋墙啊！有冇咁样嘅？咩事啊？我睇唔到啊！咩事啫？冇事啊嘛。是不是他搞鬼呢？我正话见他有啲动作㗎。他睇穿晒我射球嘅方向，而且佢嘅速度仲好快添。马林艾斯无端端失手啊，佢仲可以伤到奇迹添。係咁嘅，我发现咗一个丰富嘅能源矿床，不过个矿床係喺宇宙上面。哦，係咩星体嚟㗎？仲未有人知认係嗰个星体嘅主人。咁即係话为咗争夺佢嘅控制权，可能会有激烈战斗喇喎。你讲得好啱，所以呢我哋公司希望即刻买一批最新嘅武器。你哋环宇集团系我哋最大嘅客仔嚟嘅，我哋好乐意提供啲货俾你哋㗎。我哋咁啱又有新款嘅机械人。就係呢一部啦。冇错啦，佢个名叫做 3X, 五万分之一秒佢就计到敌人嘅动作模式，可以快过敌人出手嘅。又是这样啊，马林艾斯似乎完全没有自制能力这样啊。人家的维修保养做得差啦，银保女始终都是资源有限啊。做乜咁噶？是他啊。是他袭击马林艾斯。只要马林艾斯一带着个波，他就马上出招了。他似乎来的目的并不是打波，而是来打人。哈，马林艾斯小心啲啊！啊，又你！马林艾斯，犀利啊！又出茅招啊！马林艾斯成个弹起啊！
咁就系噶嘛，男的士要赢就一定要打得灵活啲啊！呢部一定系黑金财团嘅战斗机械人，佢嘅杀伤力真系好大，佢只会听指令完成任务，其他一概唔理。三米前的攻击力很强大，但是连自己的队员他都打埋，做咩会咁样噶？三米时你究竟搞乜鬼啊？我而家执行紧指令，马林艾斯你怎样啊？上半场结束，赛果真系出人意料啊！蓝天使咧无端端失咗个入球嘅机会，上半场赛果就系0-0啊！你咁做算系咩意思？我哋正话明明可以领前嘅。哦，激气啊！停啊！哦哦哦！啊！哇啊！真系估唔到马林艾斯有上过战场嘅记忆，冇可能嘅，佢只系运动机械人，唔通佢以前系隶属钢铁兵团嘅啊？但系一旦派上战场作战，应该系永远都冇机会翻嚟。但系佢竟然翻到嚟，知道有战争存在嘅机械人参加运动比赛，可能会有问题，再翻睇早啲嘅记忆啦。系。似乎他只是针对马林艾斯一个，其他球员他完全不理。但是武力会打伤自己的队友的，那下半场怎么是让他出场啊？他一定会再出场的，因为他可以阻止到我的射球。如果他打低了我，下一个目标就是麦克云迪。他只是做拦截的工作，完全没有试过进攻或者是带波的。他正说这么多次阻止到马林艾斯盘球上前，但是他一点笑容都没有的。看来他是一个单纯攻击的机械人来的。完全入不到波，那怎样赢？领队啊，他根本就不是打波，调他出场罢了。你都见了，他连自己的队友都打埋。我不会调 3X 出场。为什么不会啊？为什么？如果没有他在这里，你们有没有把握可以克制马林艾斯和马克云地啊？我们要在今日证明银堡里爬得上联赛榜第三位，只不过是撞彩啫，明唔明啊？你哋千祈唔好令我失望啊！觉得满唔满意啊？果然犀利啊，的确唔错。但系如果有多啲有变化嘅火炮就更加好啲啦。我都想示范一下，但系喺呢一度咧就唔得啊！呢度系运动场，一用火炮就会好混乱。麦克云地再次策划反攻啊！看住嚟啊！我要证明俾班主睇下，冇咗部怪物，我哋一样点啊！啊！果然好嘢啊！但系速度仲未够快啊！唔系够快就得噶。睇住啦！真系可惜啊！但系斗志可嘉，只要学我哋银堡女咁，你就可以享受到比赛乐趣啦！你讲咩话？确认敌人第二号目标，同蓝天使球员有倾有讲，但系冇半边嘅信息，难以理解。我而家斗志更加高涨啊！哼，喺度吹牛，睇住你啊！嚟啊！布克文大脚送前，个波传到去马林艾斯嗰度啦。云迪，系，唔好交俾我啦，你自己试下单独盘球闯关啊！点解要咁做？要证明俾佢睇，我哋嘅行动模式系唔会咁易俾佢掌握到嘅。
咁即系我一个人独食咯。以你嘅技术一定得嘅，但系又话整体合作系最重要嘅。咁就睇形势啊。哦，速度系正一点六，姿势好正宗，左两度修正。麦克云地好快啊，佢盘球向前推进，但系冇其他银保队嘅球员支援佢。蓝战士啲守卫而家严阵以待，估唔到啊！银保领队咁冇默契啦。蓝战士摆出密集阵式，麦克云地咧冇乜机会啦。预测模式喺罗王之前17米会被封住，冇办法前进。睇住啦！旋风射球。哦，点解会咁嘅？入梦啦！麦克云地扎加伊射球，其实是一支妙传嚟，马林亚斯配合得天衣无缝啊！银保队都先开纪录啊！三米射呢个情形之下，竟然冇晒反应喎！得咗啊！我早知道你会接到我呢球嘅，咁仲使讲嘅？我哋全队啊都系心灵相通噶嘛！我都明白，我都睇得出啊！好啦，我哋要继续进攻啊！系。计算过程并冇出现错误，但系结果完全唔同，解释唔到，要增加能量。点会咁失威噶？咁都算系黑金财团制品吗？而家三 X 要求批准使用另一类进攻程式，即系想点啊？系我嘅机密。系你嘅机密？唔好讲笑啦，你系嚟帮我哋球队赢波噶，快啲打好啲啊！知道。同一招系唔可以用两次嘅。我都明嘅。使用攻击程式，瞄准目标，完成。啊！哇啊！哇！做咩搞成咁样啊？马林艾斯，马林艾斯，你点样啊？我冇咩事。究竟发生咩事啊，班主？马林艾斯，你点样啊？唔好埋嚟啊，走开啊！攻击目标马林艾斯，本来可以避得开的，但是又走回入去瞄准点。我不明白，损毁只是轻微级数，但是我估计不到他的行动模式。三 X， 不要这么做啊！这里是公平竞赛的地方，不是战场来的。我不明白，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属于战场，我不明白，没办法分析。攻击程式 B。球证终于恢复，蓝天使的球员三 X 出场啊！啊！到底发生乜嘢事啊？点啊？你冇事嘛？我冇事啊！大家撤退，再留喺球场会好危险噶。领队，我要阻止佢啊！咩话？如果由得佢嘅话，啲观众会有危险嘅。拎我嘅肩炮过嚟，仲有十郎太把长剑添啊！马林艾斯，我好似见过呢个咁样嘅情景噶。你话咩话？快啲！哎呀，是黑金财团的工厂啊！停一停先，放大右面那部分看下，是这里放大。主任啊，是强迫退役球员的章啊！翻查44超球的档案，肯定没错，三个之中其中一个是马林艾斯，但是没可能会是这样的，都很难讲。事实上现在的结论是这样，即刻通知环宇集团先。一定要进一步确定他的身份才得。是。目标要反击，攻击程式 C。哇！
咪再喐啊！要甩开佢。三 X， 你唔好咁样做啊！其实你已经达到指令要求噶，根本就唔需要向四周围破坏。你要摆脱束缚，寻求自己嘅全新路向啊！我嘅全新路向？冇错。我唔明白，继续攻击。唔好啊！结果是银宝女一比零胜出。唉，又会咁样嘅？果然好出色啊！我哋环宇集团一于就用呢款三 X 机械人啦。真系嘅，咁我哋就要尽快大量生产啦。亚杰，你见到噶啦，一日都系嗰部三 X 女士啊！马龙，马龙快先，马龙快先。好对唔住，只有呢一个方法先至可以令到你停止杀戮嘅啫。对唔住啊，三 X， 咩话？竟然有咁嘅事？99.9% 肯定啊，马林艾斯系黑金财团嘅产品嚟嘅。我明白啦。我虽然唔知你用咩方法成为运动机械人，但系你唔可以再喺呢个世界出现，马林艾斯。